马大哥选择的这位女嘉宾是1259号女嘉宾。1259。今年58岁，沈阳人，离异已经20年了。我能歌善舞。捧着月亮的时候，常常想起你；望着你的时候，当年差点考进歌舞团，做过很多的事情。我曾经的一份工作就是婚礼主持人。这是我曾经主持过的婚礼，我也见证了很多的爱情。我很希望我呢，和我爱的人一起走进婚姻的殿堂。寻寻觅觅这么多年，今天来到这里，就是想找到我的唯一。你会是这个人吗？阿姨太有气质了，紧张不？不紧张。没事，只要不紧张。跳一上场啊，还是唱一上场啊？行，走吧，行。大家说不唱起歌去找马儿翻山坡，这里不唱牛羊坐，风声的壮志山金波。缘分有没有啊？上来瞅一瞅。好，我们有请女嘉宾闪亮登场，有请，欢迎欢迎。哎，你好，太优雅了。男嘉宾，我不敢迈步了。